啊？什么东西很便宜是吧？这个3.7 euro 咯。3.7 euro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啦。然后呢？因为你光飞机了。等下，继续。Darling。那个蜜瓜，这个蜜瓜也抱一起走啊！我还有另一罐。不要紧啊，现在有的抱走就抱走。我们提前就要买了。啊，也可以啊。要到时候回来再买一瓶啊。不急的，哥，我们都会自带去。啊，摆上车先，摆上车先。这个给你们看一下，土耳其版。Thank you.